个游戏叫做浪对墨子，我哋嘅目标系要斗快咁样配对好啲墨，攞到三个浪三嘅。首先准备好只怪兽，啲墨捞匀之后咧就摆喺台上边，浪三架就落喺盒入边。只脚最大嘅玩家嗌浪对墨子，呢、这个时候所有玩家咧都同时喺呢个墨堆里边喺度揾墨。记住只可以用一只手嚟揾，另一只手就摆喺膝头哥上面。呢啲墨都系好似样噶，所以一定要揾一模一样嘅墨凑成一对。揾到之后就摆喺自己嘅面前。记住系唔可以攞人哋玩家面前嘅墨噶。如果你揾到第五对墨，就可以即刻去抢只怪兽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如果其他玩家手头上仲有墨嘅话，就要摆翻喺墨堆度。大家一齐检查一下呢五对墨啱唔啱啦。如果全部都啱嘅话，就可以获得一个浪三嘅作为奖励。如果系唔啱嘅话，咁就睇下其他玩家边个拎到最多正确配对嘅墨，嗰个人就可以攞到一个浪三嘅。如果同时有几个玩家正确配对嘅墨系咁多嘅话，咁呢啲玩家都会拎到浪三嘅。将所有嘅物摆翻喺中间，摆好怪兽之后，我哋就可以开始新一轮游戏啦。最先收集到三个夹仔嘅人成为赢家。如果同时有两个人拎到三个夹仔咧，我哋会即刻进行一轮淘汰赛。将所有嘅物摆翻喺中间，然之后讲浪对墨子，睇下边个人可以最快咁凑到一对物啦。这个人就是最终的赢家了。如果想增加游戏的难度，可以在每一轮抽起一只墨收入个盒度，那可能会造成有些墨没办法配对，增加难度。